你让张姐往我公司卡里汇的那钱是怎么回事？你的销售提成啊，先少也没办法，就这么多。我不要，我这就给你转过去。哎呀呵，这世界上还有嫌钱烫手的，给都不要啊？说了不要就是不要，爱给谁给谁。实在不行，你就当那是我爸盗取您专利的那费用。 打住！江七胜欠我的太多，就这点小钱，就能还清了？想得美！哎，你这倔老头，你咋这么小肚鸡肠呢？那你说，我得怎么做才能把你俩那事儿磨平？你过来。干什么？你过来。 坐下，你要想把你爸欠我的债都还清了，你就在这个位置上坐好。步云霞从现在开始就交给你了。这怎么行啊？这是你说的，我老了，观念跟不上了，以后得听你的。我说的那是市场营销。 厂子我可管不了，那就怪你当初没说清楚。那现在说也晚了，我跟厂里的人呢都交代完了。可是，好好做。江湖，步云霞和腾越都是难得的百年品牌、民族品牌，但是。 没有经住市场的优胜劣汰，彻底的变成了历史。所以，我不想看到步云霞倾家荡产，也成为上一代人的记忆博物馆的一张老照片，一件陈列品。你必须好好做，争取把步云霞做成。 百年品牌和企业，让它变成我们国人的骄傲。